大家好，我是简曼书。表演工作坊赖声川导演作品《水中之书》将在5月10号到12号于台北国家戏剧院隆重开演。你问我快乐是什么？快乐是生命力。你问我不快乐是什么？我会说不快乐是，就算拿再多美食在你面前，你都觉得食之无味。快上两厅院售票网，和我一起体验一场生命的冒险之旅。